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耀耀。然后大家都知道我是八加九始祖吧，我是虾妹本人，也是虾弟本人。如果长期有在看我频道的都知道我是南部人，有非常多北部人不懂我们影片里面的词，还有马来西亚人不懂我们影片里面的词，他们都会跑来私讯我，有时候甚至不知道怎么解释。所以我今天会有一些短句，会告诉你们这些词该使用在哪里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看影片吧， Go。第一个词呢，就是折，大家应该看我影片很常用这个词。折的意思就是有点烦躁，有点不爽。例如说，我今天出去踩到狗大便，踩到狗大便，今天心情很折哎。有时候可以搭配手势啊，或者是不搭配手势都可以。现在还是非常多非常多南部年轻人在用这个词，我们就看下面怎么演示这个词。哎，你很久没放学了，那么久啊？哎，刚哥，我跟你讲哦。刚刚我放学的时候被抓短裙呢，有很短吗？这个绝对领域的感觉，好短，还好吧，没有很短吧？嗯，就很短，还好吧？而且啊，我在学校那个学长看到我都会吹口哨呢，没有很短，我还可以再折呢，不要再折了，太短了，好吧？哎，我跟你讲，我还要被广播哎。是广播年学号吗？对啊，176969，哎，我们班同学都觉得我很屌，我被记小过。干哥，我妈打电话给我。喂。为什么叫关卡电话？没有，他就说我裙子太短了。啊，你有较嚣的哈，裙改较短，你这个礼拜无零用钱啊？好啦，拜拜啦。三哥，我妈说不给我零用钱，折哎，真折，我真的很折哎。第二个词呢，就是拐，然后拐会用在很多地方，例如说，我今天 FB 打开滑滑滑，看到一个丑女，她本人长得很丑，但是她 FB 大头贴超级漂亮，干，照片拐，懂意思吗？就是你照片很骗的意思，拐很多男人来骗，这样懂意思吗？我们就看虾妹怎么演示拐这个词。李善，照片太拐了吧？还好吧，哪有很拐啊？你很直白，还好吧。第三个词呢，就是 play。 play 是什么意思？应该很多人都不陌生了，就是我们剩下一根烟的时候，我们两个一起抽一根烟，就是 play 的意思。最常用在学校的时候，我先告诉你们，是未满18不要给我抽烟哦。是在学校的时候偷抽烟的时候，刚好我身上摸，只有一根烟呢，那我跟你 play 好了，就是我们一起抽一根烟的意思。然后我们就看虾弟怎么演示 play 这个词。你说嘛，我没说你还。我存一支呢，还是我们不累？不累。第四个词呢，就是 BB 非常多人问我 BB， 就是例如说现在有个情况，有个人问我说，哎，你黑眼圈那么重，你昨天是去干嘛？没啊，我长个 BB 啊，就是飙车的意思。然后为什么会叫 BB 呢？因为那时候我们南部非常爱带气蜡，然后改装摩托车，摩托车要改装那个气底，所以叫做 BB。 我们就看虾弟怎么也是 BB 这个词。你这送啥？你跟别人是靠背啊？怎么困啊？对啊，我长个 BB 啊，个 BB， 哎呀，个 BB 啊，这个不 BB 啊哎。你在送啥？无啊，我长个 BB 啊，要搭迄车牌，要等下让警察抓到，伊恐怖，你知即马就遐咩哦？第五个词呢，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多人问我的词，就是引加一、引加二、引加三、引加随便你要加几个，超多人在 YouTube 下面留言，也超多人私讯我这个问题的。引加一的由来就是 FB 的贴文，大家都知道 FB 有个打卡功能。然后例如说，我今天有一个好朋友跟我出来吃宵夜，但是他没告诉他女朋友，那个男生就会说，
哎、欸，打卡不要标记我，打卡不要标记你，那我打赢加一号。然后还有第二个情况呢，就是我今天自己去吃宵夜，但是我不想要成为边缘人，我想要打卡，但是我不想要自己一个人去吃饭，好可怜，这样我不想要，那我就在后面打赢加三，就是有三个朋友跟我一起出来吃饭，我不边缘，大家懂了吗？那如果你不懂的话，看下面怎么演示这个词。刚刚你来了，对啊，我们一起吃宵夜。好，然后我们来打个卡好不好？不行呢，我没有跟我女朋友讲说我出来。啊，那我没关系，我打跟哥出来吃热狗，赢加 A。哥去跟公园吃热狗，好开心哦！可是我旁边都没有人。都没有人，我不想要让人家觉得我是边缘人，自己在公园吃热狗。那我就好多人陪我在公园吃热狗，硬加上。好，影片到这边结束了，相信大家都知道我这部影片非常用心吧。然后顺便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就是我成为了全职的 YouTuber。然后如果你想要支持我的话，帮我点一个喜欢，就是下面的喜欢，好不好？赞点下去，最后不要忘了点赞我的脸书粉丝团，追踪我的 IG， 然后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就是给我最大的支持，好不好？我是耀耀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